这边真的就很像是哇，你皮肤就这么好，你消强吗？这边就是哎，你皮肤不错哎，蛮亮的，可是就是稍微有点泛红。欢迎收看，今天呢就是来一个化妆影片，很久没有在影片前面化妆，因为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起最最最最爱的一些彩妆品们，然后画出今天脸上的一个妆，拉近一点给你们看。如果有喜欢的话呢，想要听我闲聊，想要看我一起化妆，想要看我最近都用什么化妆品的话呢，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Go！ 嗨，那我们就来准备化妆吧。今天哎，我后面的头发跟我这个恐龙整个是卡在一起，应该没有关系吧。好，我们就来准备化妆。但今天的化妆真的超级无敌，要说轻松吗，反正就是我只会拿我这个包包里面的化妆包，就是化妆品，就是我平常真的最近一直不断狂用，就是我最近热爱的保养品跟化妆品们，就是跟大家介绍。欸，保养的时候我先用这个 OAOA， 那 OAOA 为什么变白色这一罐？因为白色这一罐是淡斑美白系列，然后我已经用了第二罐了，这个应该下礼拜或下下礼拜会有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大家敬请期待。 OAOA 也是我用了三四年的保养品，不断回购，每次回购都想说2000多耶，好了，买，因为就是觉得效果真的很好。然后再来妆前呢，我会希望比较保湿一点，然后再加上我最近脸真的比较偏干，可是肤况看起来是非常的好啊，很亮。因为我最近就狂用 OAOA 跟这个 NES 的暗瓶， NES 真的也是介绍到我有时候讲到都会嘴软，就跟米翠一样，想说又要讲这个新月球，又要讲这个。但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我确定接合作之后，之前就开始一路用到现在，所以即便中间我再也没有跟他们合作，我还是自己不断的回购，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虽然它是安瓶，可是我觉得它就是很保湿，然后没有什么刺激性的成分。然后你如果对于霜状跟我一样会比较容易长东西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这种精华型的，它真的吸收非常快，不会跟你的底妆打架，也不会让你的妆起屑，会让你的皮肤维持在很稳定的状况。所以这个都是我的安心保养系列，这样。好，那我就要开始画底妆了，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去朋友那边，因为朋友他生小孩，我们要去帮他就是出关啦，等于他出关这样。欸，我先把我的烫睫毛器就是插电插起来，烫睫毛器真的是我人生不可或缺。这一支呢就是王银桥老师，其实到很现在都还是很多人会问我说有没有试过别的睫毛器。我真的就是从我大学之后大四开始拍 YouTube， 所以应该是我 I don't know 忘记几年前买了王银桥老师第一代 Be My Boyfriend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试过其他牌子的烫睫毛器。以前有试过宝雅或者什么那种，你知道光南买那种真的很便宜的那种，但后来试了这个以后，真的就是一试成主顾，而且插电式的真的有够烫以外又够翘，撑得够久，然后真的没有再坏去的，你知道，就是没有再坏去，所以强烈推荐大家。 OK， 我这整包里面有什么我就是拿什么，我今天不会拿任何公关饼或是其他的东西来画，因为今天就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这么多东西。我公关品真的还有好多好多没有拆，这边目前有七盒，外面我们家有十个包裹都还没有拆，我很抱歉，就我会努力把它拼起来，因为前阵子是在当团嘛。首先我要用的第一个东西呢是这个 Alice 老师之前他的新品我买了嘛，然后再加上他有加购区，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这包装超级无敌可爱，它是有种淡紫色，你们也知道我上了年纪以后非常喜欢淡紫色，然后它是会让你的唇呆呆，它的精华是不会过油，可是是有感觉的，然后它在你的妆前先上之后，你之后上口红真的顺顺溜溜，不会出任何状况，这个我很推荐大家，没有任何精油，有唇炎也可以用。之前我觉得最喜欢是 One Thing 的，就是 Laura 在卖的 One Thing 那个护唇膏，那个我用完了，所以这次就刚好无缝接轨用了老师这个。但是我觉得两个状况有点不一样，是我觉得 Alice 老师这个它会有一种让你觉得有妆效的感觉，就是也不是有颜色，它也完全没有颜色，可是你就会觉得哇，擦这个很像是
I'm ready， 但是 one thing 那个是随时 all the time 都可以擦的感觉，两个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给大家参考。防晒呢，目前我放在包包里的还是这个加丹尼尔的水感防晒，那这个折扣码呢一样可以用，然后他们现在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年度大赏，可是我跟你们说，因为加丹尼尔活动真的太多，反正大家就是自己去加丹尼尔补货的时候，新叶球啊、防晒啊，或是那个面膜的时候，都可以看是输入我们的折扣码85折比较便宜，还是输入他们自己官网的折扣会比较便宜，大家可以有时候是可以折上再加折，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我的折扣码是 OPRH， 就是全年都是85折。好，就这样稍微上，它上上去就是会有这种滑亮感觉，这应该不用再特别讲了，因为真的就很好用。然后再来，我最近底妆呢都是用 Alice 老师这一支黄色试底乳02 Yellow。 为什么我很喜欢？是因为我是这种这边会泛红的肌肤，我调一半给你们看，就是真的差很多，我真的非常喜欢，而且就是真的 tiny little bit 就可以，真的不要太多，你一失手下太多真的哦，很危险，因为黄色它的校色效果跟提亮效果非常的强，所以如果你一次上太多，它很有可能让你的脸瞬间变太白，就不推荐。然后我最近用的那个喷雾呢是 Fresh O2 的这个 Fresh O2 这个有一种天竺葵嘛的味道，非常的香，定妆我是觉得没有特别的有感，没有觉得说哦喷了它你的妆可以超级无敌持久这样，但是就是譬如说你出门在外没有办法去那个浸湿你的美妆蛋，或者是你妆前想要有一个保湿喷雾的感觉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只是它真的非常巨大，所以除非你的化妆包跟我一样要带一个海滩的那个 size， 不然其实 Alice 老师的那一瓶是比较就是相对友善的。然后还有 Laura 这一瓶就是有混精油的，这个也还不错。那我以前介绍过 Benefit 那些都是很不错的定妆喷雾，可是那一些是有成膜剂的，所以大家再看一下 Fresh O2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可能要自己查一下，因为我完全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很定妆的定妆喷雾，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妆前保湿啊，或者是有一种妆前化妆水的感觉去喷。好，上完了给大家看，这边真的就很像是哇，你皮肤就这么好，你消强吗？这边就是哎，你皮肤不错哎，蛮亮的，可是就是稍微有点泛红，有没有？是不是差很多？哎，小时那个真的 tiny little bit 就可以帮你把它修饰成这样哦。那如果你是皮肤比较白的人，你可以擦粉色；那你如果是皮肤正常肤色的人，然后你只是想要混一点提亮的话，你可以擦肤色的。好，然后我剩下一点点呢，就点在这个边边。我今天也没有要画什么大妆啊，就是画一个很正常的小妆，有这种形容词吗？就是很一般的小妆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近期非常爱的彩妆包，因为这些彩妆真的都是我用好多年的，我不得不说真的好多年。 Fresh O2 没有啊， Fresh O2 这它才刚出应该半年吧，可是 Alice 老师这个我真的已经用了应该有两年了，两三年了吧。然后等一下也会用 Alice 老师新的眼影，因为真的真的是我近期哦真的 favor， 真的没有办法离开它，修饰效果超级无敌好，就你的脸会立刻就是帮你把该修饰的地方修饰掉，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其他再更细部的微调，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好，然后再来提亮液的部分呢，之前也介绍过很多次，那我的包包一定都会放三支 PK 呢，我就是拿来提亮我的这个这边蓬蓬肌的部分，我现在提亮给你们看，就是有提亮跟没有提亮差多多，然后还有额头我也会提亮，下巴我也会提亮，我先提亮一半就好。然后黄色的部分呢，如果我没有用黄色试底乳我才会用，那我现在有用黄色试底乳，我就不用再单独的去，除非你还有一些地方是非常泛红的。那01呢，我就是拿来点亮我的眼皮，因为眼皮现在看起来会有点黑黑的暗沉，对不对？你只要稍微用这种肤色提亮呢，让你的眼皮有一种打底的感觉，就是夏天台湾这么潮湿，你也比较不用怕你的眼影会糟鼻涕变糟鼻的嘎逼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就可以上个提亮当定妆，这样当妆前这样。好，然后这个肤色它第一代的亮粉比较多，第二代呢有微微的亮粉，但我自己是觉得因为你的范围上的是偏小，所以不会有太明确的感觉。然后这边也是，你这边立刻变打光版欸，然后下巴也是，
这边有没有三角区立刻蓬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离不开 PK 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就是靠这种小细节会让人家觉得说，欸， Oprah 你怎么脸好像又变亮，欸，为什么 Oprah 你今天感觉好像妆比较透，其实就是靠这些小东西，就是我现在底妆真的越来越薄，但是呢却很多人会一直称赞我的底妆，真的是其实就是靠这些小东西，有没有，你们看这个蓬，这个蓬，我根本我本身是一个太阳是不是啊，我我阳光美眉啊，我开玩笑的，大家不要当真，欸，大家真的不要太容易把我们的开玩笑当真，就是如果是我自己开玩笑过头我自己会检讨，但是像这种无聊小玩笑大家应该可以 get 到我的幽默吗，可以吗，还是不行，我抱歉。 OK， 打底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你脸上如果还有一些某一些瑕疵，其实我平常到这边就是会 stop 了，我就那个 stop， 但是我们今天呢就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因为我们今天呢想要用这个搭配的遮瑕，这个我已经用了两个礼拜，我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一直不断在我的现实动态跟我的 vlog 就跟大家说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用，那我现在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多好用啊，我的那个粉扑勒，啊，好像掉下去是不是，搭配这个主要四个颜色，我当初是买一整组，那我目前最常用的其实就只有三个颜色，就是 green 用来修饰泛红，然后还有 natural beige 用来就是点我的遮瑕那些泛痘疤，那 peach 用来遮我的晒斑干斑那些，那我首先先遮给你们看这个 peach，它的 peach 这个颜色啊，其实大家可以去看搭配的颜色，它的试色更明确，这个它是比较偏粉色的，那之前有一些男生读者会问我说这个颜色会不会适合他们，就是如果他们比较黑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蛮不适合的，因为这些颜色我觉得它都偏是适合皮肤中等颜色到偏白的人用，那当然它主要是矫正效果，可是如果你是那种超级无敌黑的人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买那种什么 Make Up Forever 的那种牌子，它会有在更多可以让你选择，可以让你修饰，而像绿色我会稍微修饰一下我这个比较明确的泛红，然后 Natural Beige 呢我会来修我的痘疤，像这里有一些痘疤，但是真的蛮少，最近没什么痘疤，这句话是不是会很讨人厌，好，然后修饰完之后呢，他们都有附一个这个气垫粉扑，那这个气垫粉扑你要说它厚它其实也没有很厚，可是它真的非常亲肤，然后它的弹性我觉得没有到极好，可是它跟这个遮瑕真的是相辅相成，因为这个遮瑕它其实算是干的蛮快的，它的流动性超级不高，可是它的遮瑕我觉得可以给它到七成左右，然后它可以定在那边很久，就基本上我上妆一整天，然后如果只有吸油再补一点粉饼的话它都可以撑住，然后你要用这个气垫粉扑就是稍微用这个点拍的方式，有没有一直听到这个啪啪啪的声音，就是一直靠点拍把它跟你的皮肤融合，因为它真的没有办法到用推的，你如果用推的你的妆感可能会看起来就是很不漂亮，会有点脏脏的，是不是遮的超好的，它真的遮超级超级无敌的好，它的遮瑕度很高，这边是还没有遮，就你之前会觉得说欸这边已经够亮已经 OK 了这样，但是一看到这边遮了就觉得哦有欸，它又不会让你看起来妆感很重，所以我很满意，可是呢我还是要说，如果你是肌肤比较偏干的人，你的妆前保湿一定要做好，因为虽然我有看搭配的影片，它那个影片真的好长我没有全部看完，可是它那个影片呢其实就是在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那你如果是油性肤质的话应该要怎么样使用它，但我自己现在用下来我会觉得说，如果比我再干一点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譬如说眼下比较容易难推开或是什么，就是你还要再跟他适应一下，我觉得他是一个需要时间去跟他玩的人，我现在玩了两三个礼拜我自己是非常的满意，但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你不要第一次就用大量，你一定要少量多次去上，因为它的遮瑕度比你想象中的高，它不是清透的那，所以你们看我这样拿出来的时候啊，我都还要这样把它刮掉，我要把它的料体再刮掉在我的瓶盖里面，因为我不能用这么多，用太多的话我会觉得妆感太重，
所以我就是 peach 遮我的晒斑干斑，然后 natural beige 遮我的痘疤跟遮瑕，然后这个最浅色那个拿来提亮我的泪沟，然后绿色修饰我鼻翼还有一点点的泛红，然后就是用这个它的气垫粉扑，它这边是尖头，所以像我刚刚这个鼻翼的部分，我就把这个我的鼻头打开，然后这样把它拍进去这样。好，最近呢，要跟大家说我最近在忙什么，除了就是我自己硬要买牛肉面，买到拜托厂商帮我开团，然后还紧急加开了年前第二团呢。再来就是贴猫膏部分，因为真的超级无敌多人，其实还是偶尔跟我聊一聊天，最后都会加一句说我们还在等你的睫毛膏。我想说我真的知道我自己也在等。现在睫毛膏的重点呢，因为我之前有直播稍微说睫毛膏是出了什么问题，那现在睫毛膏呢其实就是研究室啊业务啊跟我这边就是还在努力试试看说之前的状况要怎么样避开。那我们其实也有设一个时间，但其实我是有跟业务说我没有强迫需要一定要什么时间内收到这个睫毛膏然后开始让我翻手，因为我现在比较希望就是他不要再出任何的错，就算他要慢慢来我也没有关系，就是自从经历了上次那个惊魂记之后，我现在觉得没有关系了这样。好，首先先给大家看的这真的要不要给他一个 bravo。 然后这一次我觉得他们的包装也很美，就是纸盒不是我的菜啊，纸盒我还要留下，因为我之后会再拍一个影片是介绍就是最近喜欢的新品，这个也会上榜。纸盒我没有特别的爱，但是我觉得它的外包装是真的有那种专柜等级的感觉。总共是四支，我四支都有买，我觉得四支真的都有它的作用，我还蛮推荐如果大家有想要找遮瑕的话，但是我不会建议你把这个当粉底液，因为我觉得它偏浓，然后我觉得它的遮瑕度就是让它拿来当遮瑕的，不用把它拿来当粉底液。上完之后呢，我会喷一下喷雾，接下来呢，我就要开始预热我的睫毛夹。然后我通常都会在它有温度的时候呢，拿那个卫生纸或者是湿纸巾，或是我那天的洗脸巾，就这样擦。所以我觉得我的烫睫毛其实还蛮干净的，就是一直都有持续的在清，尤其是它温度有到的时候，你去清它会非常的好清理这样。然后我会先夹睫毛，任何我的眼妆前我都会把我的睫毛先夹翘，然后最后眼妆的 double check 我会再夹一次，就是会 make sure 我的睫毛真的不会掉下来，因为我真的很讨厌我的睫毛掉下来这样。然后我最近最最最最最爱就是我前阵子买了五盒睫毛夹，然后植村秀我上次跨年的时候送给我朋友，因为我真的觉得不适合我这样。苏苦的话我最近也几乎完全没有在用，我现在最常用的就是 Koji 这一支。Koji 这一支我觉得跟苏苦长得非常的像，可是它的简易上手程度我觉得又超过苏苦，然后它的好入手程度也会再比苏苦好一点，因为苏苦真的比较贵。这一支真的很好夹，它这个上面当初是说会让你这样撑眼皮再把睫毛夹起来会比较好夹，侧面给你们看就是这样撑再夹，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会，可能会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眼皮夹烂，所以建议这个方法真的是你要很熟悉自己的眼皮才能去用这样。那像我呢就是会把镜子放在下面，然后呢往下看，把睫毛往上提之后再往上夹，你不一定要什么分三段分两段，反正就是看你自己睫毛跟你今天的状况去决定，因为我也不是每一次睫毛夹都会顺，有时候睫毛就是譬如说你今天眼睛真的超级无敌肿，它就是夹不起来，那真的我跟你说 man to be 好不好，你就让它休息一下10分钟15分钟再去夹。然后也可以用像我最近很爱的是031这三支按摩的，我觉得它在妆前用超好，因为它就是这种滚珠型，可以让你眼睛的这个浮肿稍微消一下。再来就是我会喝黑咖啡啦，然后喝很多水，一直去上厕所这样。我就是不确定这样有没有消，但是反正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会喝非常非常多的水。还有最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补充比较多维他命。因为我上次去回诊，医生也是叫我记得要吃综合维他命什么之类的，我想说 OK 好。然后反正睫毛膏的部分呢。回馈就是这样，就跟大家说，就是我知道还是有人在期待我的睫毛膏，我真的非常感激大家。但是其实我觉得市面上也有非常多好用的睫毛膏，我自己也一直不断回购，像小凯老师的啊，然后舍弄的我也觉得蛮好用的，然后1028也是我以前最爱回购的睫毛膏，然后还有 Etude House 的
真的 Curl Fix 非常的好用，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现在已经睫毛膏慌，你的睫毛膏已经就是拿去隔水加热都还是捞不出来料体的那种人了，赶快去买，真的不用特别为了等我这个，也不用没有在画睫毛但是想跟我买睫毛膏，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就是出这个纯粹是我人生的一个梦想之一，那就是希望给平常有在画睫毛跟我一样很喜欢追求睫毛很高的人可以多一个选择而已这样。好，然后我通常会到这么卷翘的时候呢，我就会拿老师的这个烫睫毛器去让它把它顺上去，尤其是我眼头的部分，我会稍微这样把它撑一下再把它弄上去，因为它这样可以让我等一下睫毛膏比较不会纠结，也比较好把它梳开来。欸，话说我那天去打了第三剂，我因为我打不到高端，就是中立平证都被抢光，然后我就只好预约我们家附近的，结果原本他说可以就是随到随打，因为那时候1922还没有开始，结果他那天突然跟我说因为暴增所以没办法打了，因为没有人抢不到了，所以我就看到他们那天说突然公告，我们家附近的诊所突然公告说BNT 可以随到随打，只要第三剂时间是到，第一剂第二剂也是可以去打，然后我跟我老公就轮流去打，我们是都没有什么大症状，没有发烧什么的，可是呢我那天跟我姐跟我姐夫聊天才发现原来他们也会，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我又坐姿不良我的腰痛又复发赶快拿之前医生给我的止痛药，完全没有用，我一天半吃了三颗，就是早中午各吃一颗都没有用，都痛到完全睡不着，因为我平常已经是非常非常能忍痛的人，可是那两天真的是怎么翻都觉得啊好痛这样子。后来跟我姐跟果果讨论才发现他们也会腰痛，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副作用是不是，然后我跟我老公最大的副作用就是腋下痛，我姐跟我老公是腋下真的有一块就是淋巴，那我们也有问医生啊，他是说就是大概3-4天之后会自然缓解，那如果真的没有缓解当然一定就要去看医生吃药，可是像我呢我是肿块只有一滴滴，可是我是会那种很像是突然15分钟或是30分钟会有一个像针灸在刺你的一样，就会有一种啾的感觉，哎呀超痛，我每次都会讲啊好痛，就真的很痛，因为我平常真的很会忍痛的人，我会叫的痛就真的是痛了，我跟你们说就真的很痛，跟大家讲一下 OK。 好，然后呢我最近热爱的眼影盘一直放在包包里的就是 Alice 老师的眼影盘， Alice 老师的眼影盘呢我这四盘用下来我发现我最最最常去抓的就是二号色，其实跟我当初想象中的蛮像，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的配色，我就是会喜欢这种颜色的人这样，然后我用了超级无敌多次，但是像是这个雕刻我都会沿着它边边用，就不想要毁掉那个 AM， 然后像这个阶梯这个我也会尽量刷那个凹槽的地方，反正等一下给大家看，然后我现在都完全没有用眼影刷，我把之前03液的眼影刷都先放在旁边，我想说我要用这个。欸，话说丫丫跟03液联名的刷子我有买还没有到，就希望之后到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用这样，因为我看到超多人回馈都说超好用。好，首先呢我会用这个比较小的刷子呢去刷颜色，在我的大概是眼褶张开再上去一点点的地方，粉质很细致以外又不会飞粉，我觉得 Alice 老师的这个眼影真的很厉害，推荐大家如果你有想要找眼影的话可以至少去买一盘，因为这颜色我真的很喜欢，之后我会拍四个眼影的试色跟四个眼妆，但是大家要再等我一下最近真的是好忙好忙好忙。好，因为像是我睫毛膏我也还有一些事前就是的作业，还有之后真的要上市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那些事情我也还在进行中，像是我纸盒要怎么精进啊什么的哦，然后纸胶带因为已经全部买完了，所以就是感谢大家，但也因为寄送纸胶带这个部分让我就是稍微知道说如果我以后真的睫毛膏要开始卖的话我必须要有什么样的 SOP 的流程，然后怎么包装会再更省力，然后会让大家收到的时候更不会被破坏或什么的，然后还有退货的处理啊什么的，真的就是很麻烦哦。然后我现在已经换了后面的这个刷子，你看我一样都粘旁边，因为我就是不想毁掉那个 AM 的雕刻，我觉得它很漂亮。好，然后我把它刷高一点。
欸，我上次有用另外一个颜色，大家可以去看，在我 Instagram 的直播。欸，还是我也用2号，我有点忘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接下来2月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企划，但是那个算是一个，就是我人生可能要写在我的墓碑上的那种那种合作，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到底何德何能啊。首先有一个小提示，是我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团购的，算是 IGer 嘛 YouTuber， 然后接下来呢会跟他们有两件，一件啦，一件就是真的是属于我的东西这样。我真的觉得何德何能，但是大家也不用硬买，就是不需要就是不需要齁。这些东西其实常常都会在我的 Instagram 不小心的曝光，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晕开，你真的不用怕你会有很多很死板的边界什么，真的完全不会有，这是我非常喜欢 Alice 老师眼影的一点。然后再来我会换比较小的刷子去加深色，去加强我的眼线这边，因为我的眼睛就是其实是属于有一点点内双，虽然我有外层那一折，可是其实我眼折是会被吃掉的，所以我会在我被吃掉那个地方往内画一点，就是大概画个 0.2-0.3 公分，让我被吃掉那个地方呢有一种深邃感，这样你的眼睛会有放大跟放长的效果，放大跟拉长啊，什么放长。然后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丢丢妹，她真的很强哦，她现在是小 S 好像之后东森节目的固定班底，她那天请了831还请了维里安，天啊我真的要疯掉了，太厉害了。深色我会拉进来一点，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闲聊加化妆，把你们当直播在聊我抱歉，对，就是这样子，有点微拉那个眼线出来，深色的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一盘的配色跟画出来的感觉。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从以前我就有跟你们说我是比较适合暖色调的人，所以这二号真的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前阵子我出门会一直带四号，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的那个紫光色，给大家看，就是稍微这样有点微烟熏的感觉。但是最近呢我就是又爱上二号这个有点粉咖粉咖的感觉，就真的很美，它会让我的眼睛拉长，大家看这样左右边比较，就是有比就有伤害这样。然后我的眼褶就变得莫名的很深邃这样。然后再来我会用手呢去蘸一下它这个亮粉色，叠在前二分之一处，就真的只有前二分之一，然后中间就是稍微把它糊开来就好了，颜色也超级无敌显色。然后再来是这一颗，这一颗颜色真的超漂亮。好，然后我要用手呢稍微沾一点点在我的眼皮正中间，看它有多亮，它真的超亮的哦。然后它就是真的很 amazing 亮，很像欧美的那个亮感，但是它又有那个精致度哦。这颗亮真的太美，我真的太喜欢了，所以我只会打在眼皮的正中间，真的只会正中间，因为太前或太后都会有点 too much。 再来呢我会再用长刷子沾一开始的那个颜色，把一切都稍微的扫一下， make sure 它没有出什么状况。好，然后再来呢我会用这个小的眼影棒呢先刷一下这个亮粉色，我就完全不会再用卧蚕笔了。你当然用卧蚕笔也可以啊，可是我最近就想说全部都是用眼影来完成。先上一个亮粉色之后，我用另外一边呢沾它这个大颗的亮粉色，然后点在这个下面，就是有这种粘上去的感觉，假笑把卧蚕挤出来之后这样粘上去，让它的眼影上去。眼影差不多就这样，接下来呢我就来补我的眼线。眼线胶笔呢最近我就是一样都是在用 Alice 老师的这一支眼线胶笔，或者是舍弄的这一支，这两支都是我的心头好，但这一支要削一下，我拿一下削铅笔器，先稍微画一下我的内眼线。记得用舍弄画内眼线，你真的卸妆要好好的卸，建议你可能要晕，就是如果你是用那种 Kiss Me 那种眼唇卸妆要卸比较久，或者是你要用棉花棒再把你的眼皮拉开来去修。好，我今天会稍微把眼线拉出来一点点，因为今天就是想要做一个拉长眼睛的感觉嘛。
我会把它拉出来，然后呢，我外眼线的部分会用这个 Caron 这个，就是日本牌子，我只有跟大家分享，它这个真的很持久，非常的不会掉色。我会用它呢，再把它盖在我刚刚的外眼线上，因为我的外眼线比较容易晕妆，所以我一定要用就是这种眼线液再把它盖一层，等于有点像是先膏状先胶状再用液状去盖，它就有双重防护的感觉，这样好 OK。 然后呢，我再上我睫毛膏，那睫毛膏呢就一样会上个几层，这个睫毛膏呢就是我之前的打样，但它不是我的最终版本，因为我的最终版本已经被我用完了，这个应该是三月吧，对，三月的样品。可是三月样品我后来还又再改了两次，所以这也不是我的 final 版，但是我已经觉得蛮好用。我刚刚有特别先去拆其中一个包裹，就是舍弄出了咖啡色的睫毛膏，我非常的期待，所以我明后天化妆的时候应该会先把舍弄这支拿出来用用看。好，就是这样。 OK， 我现在先去把我这一只眼睛补起来，你们看现在大小眼有点多严重，我现在先去把这一只眼睛补起来。好了，我补完我最近很常画的眼妆了，然后因为现在没有眉毛非常的奇怪，所以我要赶快画眉毛了。眉毛我要用的呢是我近期就是已经推荐过非常非常多次，就是小凯老师的这个眉粉，我买的是10号 Latte 色。 Latte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正常有染咖啡色的头发的人应该都会蛮适合，除非你是偏红或偏灰，那你可能要再去就是老师他们的柜上挑，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在柜上挑到我喜欢的颜色的。然后我要搭配的眉刷呢，之前很多人问，就一样还是 Laura 这一组。 Laura 这一组我真的已经用非常久，就是从他寄给我到现在应该有没有超过半年啊，应该有吧。然后我会搭配它这个眉刷沾它这个深色的眉粉，其实用老师这里面刷子也 OK， 只是 Laura 它这个就是再长一点然后更好控制，我会觉得比较方便。我通常都会从我的眉峰下面这个缺角，就是我 Kiga 的地方开始补起来，这样因为我每次讲 Kiga 都会被大家纠正，所以我现在已经慢慢记起来是 Kiga 了。我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说，因为其实很久以前就是我在开始想要弄那个 GIF 档案，就是画一些小动画的时候，有一次我是在 GIF 的一个网站弄我的那个动画，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弄这边的眼妆的一个动画，就有点像是步骤图，然后把它弄成 GIF 档。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弄那个 GIF 档其实等于是发布给那个网站的人都可以看得到，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件事，我以为我只是在那个网站用他们的软体做完之后我可以自己下载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接了超多个，就是美国啊、俄罗斯啊、什么德国啊、什么一大堆的评论，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可以在那个东西上评论，就收到一堆说什么有梦，就是说什么那个字很恶什么之类的。其实蛮多人说过的，其实也蛮多人问过我说我为什么不点掉那个，其实我就从来就没有觉得有那个必要。然后我觉得这个眉这个痣甚至现在是我就是眉毛的停损点，这个我之前好像也讲过，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不用管我要不要点这个痣，我这颗痣就是目前没有要点掉的意思啊。这个眉粉我觉得它的显色度算是蛮好，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这眉尾接近是没有眉毛跟我一样，因为我眉尾有时候它是会往下长，所以我在修眉毛的时候，哦，像我这一个月又没有时间去找五律，就 Benefit 中效复兴那个五律，推荐大家去找它修眉，真的它非常的会修，服务非常的好，然后非常的亲切，很年轻很漂亮然后不会强迫你买你不需要的东西，但当然你需要产品他也会很专业帮你介绍，推荐大家可以去找 Benefit 的吴律。但是呢我自己就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台北找他，因为忠孝复兴那边首先呢要去那边就已经很麻烦，因为又塞车，然后忠孝复兴你要停车，然后光是搭那个电梯就要等不知道多久，所以我最近团妈真的没有空去找他，但是我过年后我会特意把眉毛留长去找他的。因为像我这个月本来想要赶快把眉毛留长，然后这样我就有动力去找他，结果上个礼拜又要拍一个片要竞拍，我真的受不了我的眉毛那么长，所以我就
一股脑的又把它自己修掉。通常我会用到这个地步之后呢，你可以自备一个螺旋梳梳它，或者是我会用 Alice 老师这个眉毛上面的这个小油漆笔去把它梳一下，让它梳顺。这个小油漆的这个眉笔也是我这一年来这半年来非常非常爱的东西，这可能才梳三个月吧。 Alice 老师这个眉笔我已经用掉两支还三支，然后那个眼线胶笔已经用掉三支了，那真的很好用，然后它的维持度又可以很好，发色度也很好。再来就是它的尾巴的那个小油漆刷，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它只是噱头，但是我就是默默这么爱眉笔后面的螺旋梳的，我以前都没有螺旋梳不能活，结果没想到现在改用这个油漆笔的侧面这样子去梳，我觉得效果也非常的好。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拿我的化妆台上的那个螺旋梳那个眉笔了，所以我觉得代表它是好用的。然后我最近爱用的粉饼一样就是 Make Up Forever 这个，我还是没有拿新的，因为我还是想把它这个全部用光，所以我搭配是 Alice 老师的这个刷子是 C01。 这个 C01 它原本应该是打亮刷吗还是抛光刷，可是它这个弧度真的会让你，给你们看我现在这个毛孔哦，其实已经算是修饰很好，对不对？看，你看它多好上，然后它把我的皮肤，这个粉饼把皮肤修饰的算是雾面里面又有光泽，就它不会让你死雾，因为确实有一些开价或者是比较便宜一点的那种蜜粉饼，它真的会让你整个脸就是立刻雾化，可是它雾化是很没灵魂的那种雾化。就现在长大以后蛮追求就皮肤还是要透出它的光泽度的，所以这个粉饼我觉得完全都 OK， 我就是会微微的上一点之后呢再来做脸的其他打亮。像是我最近这一年来最爱最爱的修容打亮笔，我有带这个，还有带 Alice 老师这一个，但是我目前最爱，因为 Alice 老师这个也被我用到铁片给你们看，就是长这样然后这个呢 Villains 系列，就坏女人系列 Fresh O2 联名的，也是快被我用到铁片，这一颗这一颗还有这两颗我都超认真在用的。它呢这两个颜色呢是属于比较，一个是暖色调，一个是冷色调，然后我都会这两个混合在一起上我的鼻影跟修容。首先我会用这个比较灰咖啡色的，它是带有灰色调的去修我的鼻影，我会从我眉头这边的三角处开始就是下手，先把我这边集中一点，让我的鼻子拉进来一点，我整个脸看起来会比较小，然后再慢慢的拉下来，就是山根的地方，但我真的是不会拉太多，我通常就是只会拉这边的角角，然后只会用一点点余分把侧边这边也拉掉，就是有上没上真的差很多，尤其是这个眉毛跟鼻影衔接处，如果你有做好，你的鼻子看起来会超级无敌的自然。再来我会拿修容刷，是031这支我之前超级无敌爱的奶茶刷的尖尖刷的白色，然后会两边都这样滚了沾之后把余粉敲掉，开始从侧边这样下手，就是绕圆的方式把它往上滑，这样看起来会最没有那个色块感，可是你看它修超级厉害，有没有，我这边脸瞬间被削掉欸。然后还有我最在意的就是这边一直被我自己扯掉发的地方，虽然它现在有因为有慢慢长出来，我客家女子有分享，我现在就是喷掉法是这个奇迹庄园的 Rejuvenating Repair Scalp Spray， 它这个呢就是喷出来会有一种精油的味道，然后它真的是我目前这边长出来一点点头发的救星。如果你是那种秃头那种，我觉得喷这个应该真的是没有用，它应该纯粹是针对那种敏感性头皮啊，然后或者是你自己皮肤，或是你自己头皮跟我一样因为压力大会去扯头发，这种可以试用。提亮呢，我首先会先上这个刷子呢，先沾这两个颜色，它一个是粉肤，一个是金亮色，一个是粉，一个是金，就是一个是偏冷，一个是偏暖这样。但其实两个呢，用在我的脸上都非常的合理。我通常就是会打亮我的这个眉骨，你看它这个亮度，然后还有我这个眉头，它可以立刻
等于是有点微微的框住我的眉毛，让我的眉毛型更明确。我很喜欢做这件事啊，但是当然如果你喜欢再更冷静一点的妆容，你可以不要这样。但是这个一画上去会让我觉得我整个五官会让我觉得我整个五官跳出来，有没有这样？然后呢，再来就是鼻梁，鼻梁也是一点。这个刷子也是 Laura 的，这个是 Laura 的03号刷，这刷我也是一直在用。然后鼻头呢，我会圈一点点这样子，就是你整个人这边会立刻蓬出来，然后刚刚的显色就是有点光影感被做出来。腮红的话呢，我最近是热爱这个八号色，上给大家看。搭配这个，之前我团购也有，就是买两个腮红就可以搭配这个刷子，因为这个刷子真的太好用，真的完全事半功倍。就是你看这样就刷好，而且我刚刚是有上蜜粉的状态哦，我是有上底妆粉饼的状态，它都不会把你的底妆弄走。有没有？它整个维持超级无敌好的。我觉得你小色的腮红真的，我建议大家至少买一个颜色试试看，你真的不会后悔。但是一定要买这个刷子，你当然用手也可以，可是我觉得这个刷子真的是鱼帮水，水帮鱼的那个小帮手，所以建议大家买了会让你一切更好上手。这样 Alice 老师这个我之前买这两个七八色，我之前不是包色老师的所有腮红嘛，然后跟眼影一起的时候老师出了这个提亮色，就是九号色。哦哦哦，你们看这个打亮，然后它是非常精致那种，不是大片亮粉的那种，是雾光感，但是它的亮度哦，整个让你的脸就是 amazing 亮，红包亮，黄金亮，亮亮亮。再用一点这个打亮是不是很疯？但是因为它毕竟是，因为刚刚那是毕竟是异状，所以我会再少一点，这是一滴滴而已哦，就等于有点让它定住的感觉，有点像是我刚刚眼线胶在眼线液，所以现在也是就是异状的，就是这种膏状的打亮再上粉状打亮，就是让它停在那里 double check， 就像我的睫毛膏也是永远要 double check， 这样你的妆容才会比较持久一点点齁。然后再来呢，我最近最爱的口红呢就是这个，我之前买搭配四色，然后这一支是 vintage，我记得我有两色好像送给朋友还是我妈还是我姐。这一个 vintage 这个颜色原本我觉得它有点过雾，但是它现在搭配 Alice 老师这个唇膏，我刚刚已经上过一次对不对，我现在会再上一点点，让我的唇有一点点水润之后呢，我再上这个唇膏，它就会让我的颜色有，但是又蛮水亮透明的，真的好好看这个颜色。但是它原本的颜色是长这样，就在更深，但因为我加了 Alice 老师那个呆呆唇的护唇膏。 Oh so cute， 自己画完一直说 so cute。 好，我这个就是我平常妆，然后像我现在就突然觉得呢，我眉毛这边比较长，这边比较短，所以我会再加一点点把它拉下来，就你可以随时看镜子，或是你自拍完以后随时去调整都可以。哦，今天的妆就画完了。Couple tests, spend a check, tell her bring a friend. She got a taste on her lips like a sweet blend. Leaving work early just to see you again. 好了，今天妆就画完了。今天是用呢我最近非常非常爱的一些彩妆品画了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还有闲聊的 Get Ready With Me， 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我之后会赶快生出 Alice 老师的这个四色眼影盘的分析来跟大家分享，说你应该要怎么买，就是 Alice 老师下一波我不知道现在还可不可以买，但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大家看完可以赶快去下手。还有搭配遮瑕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 Fresh Ultimate 那个四色盘 Amazing Good OK。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